开。好久不见嘞。你知道我刚那边，我刚刚晃神，晃一晃，我就看到一个远方，好熟悉。那我来，我其实差点要走掉了，是他跟我讲，我。这近视我也看不出来。不是，我在发呆，我在想哦。啊，后面来，他说晚到，我就先上去。先去哪里啊？到底在哪里？应该是这个吧，我不知道。看起来是大家在排队这个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可以看一下。我猜是这个。你问警卫啊？是的。出门，然后就说他被他。